有问到，就是怎么样去修改那个甲上的背景颜色或图形的颜色？你只要点过来，有没有在这里有一个齿轮，你就可以找到这边。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可以像这样，我们家的这个还不错嘛，哈，可以让你很方便的比较一下。这样有了解了，可以，好。